一包两包呀，我那边一包两包，最好只有两包多。最好只有两包，上面写没有了，两百块。当买一包。买一包，你吃看嘛。阿叔，只要买一包，最好只一包，上面也袂变。吃袂了，买一包了。最好只两包，一包上面也没有了，海瓜子。你家去全联买菜瓜、凉菜瓜，有够甜的啦，真的啦。最好这两个一包上面了。等下你若要上个路林路，你老你种菜瓜就当办啦。一包几嘞？搁一个啦。欸，这两包你我老会无意思，讲真的哦，一包搁有要爱无？你咩？照小小卖无？我存存这两包。大家好啊！存这两包怎样？艰苦呢，都唔是讲我烂呢。这什么啦？是要食这高级的手料，叫拢过。要想要讲啊，是要食高档的，我来手料起来。是个叫，要无要紧，找时包，找时间啊包啊，利用时间嘛，好不好？来啊，好不好？你要吃蟹啊？要吃透底？要吃啥？讲，这个一包板腱黑牛安格斯西餐厅台中凊彩一个单位，你去啊吃看嘛，一袋应该600多。你莫怀疑，这两袋都1300，1300加1300或者。还2000。这个品牌，在全世界著名呀。哦，不是讲我要乌白甲介绍。你要吃这高档牛肉，这等下你喊哦，你的亲戚负责保证面子好。你若讲真正人家去恁家要喊吧，亲戚要去恁家喊吧，你甲行这个保证，甲你学落，甲你搭底。金融三四五，六个人家搞要3000、2000咯，免一分钱钱费，先客先赢，1000咯，1000块怎么进来？一包个送你啊，下顿去煮食些啦，下顿去烘，下顿去煎啦，全部四个人家落啊，1000块怎么进？1000块，有人要吃一包板腱黑牛安格斯的无？这种大理石的纹路的，这烘的古巴。够香的啊，真的啊！那底规公司都百只啊！来，我来讲，再搁送你，再搁你三下客气了，唔免考虑啊，1000块。来1000块，上面只安格斯板腱黑牛100，1000块，要不要呀？来将，给手机啊！来收起，阿叔你收了。来个，你要吃啥？你要啥？等我，来来吧。你要啥？姐，你塞一下货，莫伫遐烧相啊！你塞货啊！你伫遐咪看伊啊，无要插，毛多嘛？来，看有人要吃白的，白的有人要吃的无？白的看有人要吃啊？一只南米上甜上脆白的这样，有人要来无？这套金盘，这你真正个行行个啥啥拢个买当炒，1800都免先加先赢。这金盘菜只要500块的啦，来沙发上面吃300块白虾，有人要吃白的无？300了，哎。有人要吃毛豆无？毛豆有人要吃哦，这毛豆退冰就当吃啊。够人要吃毛豆？有人要吃毛豆无？一个人加300当的，唔免300，唔免二啊，无要吃毛豆先加钱的先赢，200了，200块就好了，100块送你，100块你，100块来200了。搞错停车啊！一包300啊，4包、5包、6包啊，200了。来两个啊！一包、2包、3包啊。600，200了，200够要吃的无？毛豆啊，够人要买100的无？有人要买100的无？啊，你若要吃啥，甲伊讲呢？无我唔知你买啥哩，啊？好来，我这下客气。来，有人要吃这无？要吃月亮花枝虾饼无？你若这特选呢，这等于拢虾啊，甲飞机，这一包鱼啊，五两包500，唔免啊，先加先赢200，一包搁送你，一包五你4包，200。来套顶啊！来200个，要吃月亮花枝虾饼无？买两个啊！200个，人要吃月亮花枝虾饼无？这烧烤好食啊，真正啊！200个要啊？有啊，有啊哈！伊在里面个啦。来。意大利面干两种迄落尔，青酱加明太子尔拢无啊。迄工厂无货，毋是我无货哦。300100了，要几百个来讲啊。来三个。你要啥物口味？青酱明太子。哦。青酱一包，明太子一包。伊要300呀。对。要2包。安尼对无？伊要啥？青酱一包，明太子一包。青酱一包，明太子一包。够两个意大利面无无？意大利面够两个来无？我意大利面吃了，你受不了，真正无爱做。意大利面够有咩来无？无
无就收啊。来收。哎，阿嘉金毛，你今日冇来，你今日冇上过。来吧，今天上班去啊。你可快乐啊！来吧，今天要吃，免五百，免四百，两百就好了。两百只？一尾两百，两尾两百，三尾两百，四尾两百，金当当的啦，五尾啦，六尾啦，七尾啦，来八尾给你啦，九尾给你啦，十尾给你，先加钱，搁加两尾给你，十二尾这堆啊，两百块。这这很老啊哟！来两百个，要吃肉只啦无？三四五六啊，七啊八啊九啊十啊十一十二，两百个要吃啦。停车啊！这肉只啦，你还要去上天的？你唔买，这很老啊，你唔买。三四五六七啊八啊。九啊，来啊，十啊，十一啊，十二啊，两百个要吃肉切，请请，这拢请，我袂拢请。两百个要吃肉切了无？二、四、六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两百个招一个吃肉切了，这肉切了好吃啊。有啊哦。我送完，我刚送完。来，一个毛巾个。下口有一块盘，伊伫厝个啊，伊下底垃圾，我挂盘莫走。来个要吃啥？看要吃啥啦，等我讲，无要紧啦。来，这个多少钱？来，给我买一箱。啊，讲完嘛，给我买一箱。啊，佛跳墙买三箱，一个迄个玻璃的，我唔是较好笑的。伊这嘛买一箱，啊，讲完啦，等我过来要来买，拢买无，然后我买几箱。有人要吃这无？这花枝海鲜排啊，这等下先整了，后壁整理一下。来要吃免三百，免二啊，我一包。来要吃花枝海鲜排，这一袋一包，两袋、三袋。边啊袋啊？四袋啊，五袋哦你啊，六袋哦你啊，七袋哦你，这三袋够你啊，一包就好啊。来两个，来三个。啊，无啊，无啊，金龙三四啊。啊，刚我是讲这青衣的，这青衣啥？七袋九十，来一包了。三个啊，金龙三四五六七袋，来九十一包。来。金龙三四来五六七八来九十，一包最后搁一个啥物啊？哪里三个啊？三个搁好一份哦，这了好一份，哪睇钱个？无啊无啊，等下。大家掏钱睇钱个。哇，搁了你啥？搁了你啥？来，我先介绍一下钱好不好？香芋啊。香芋啥物啊？提起我袂袂，提起我袂袂，啥？来春节都无啊！想来要吃鸡鸭锅了，唔免介绍。来坐啊！鸡鸭锅啊，真看袂了咧，三星拢无。拢个个有人要来无？无啊。对啊。香芋无啊。要哪一样？嘿，来到有人要吃这两位青鱼，鱼也真好怪的。有人要吃这无？这你啊，中秋含这嘛，恁的朋友嘛，甲你学到这两位这含的非常油。这一只鱼啊，我两只就带五百。哎，谢谢谢谢，我这欢迎妹妹，我来试看卖咧，你欢迎光。我来讲吼，你若要食两碗青鱼，免五百、四百、三百，啥物事啊？三百咯，只尾个送你，只尾个请你，三百块，只尾个你啊，只尾个你，只尾个你，后壁鱼啊是袂正济啊，只尾个送你，只尾个你，只尾个你，三百啥物事啊？我多百只也袂足济啊。来掏钱者啊！是咪鱼也袂正济啊？啊，你搁加平价搁加讲，哦，加平价差济，卖无赚。我搁加一尾送你啦，咱食支持啊，三百啊，来啊。冰糕摕起来讲啊，遐冰糕早前卖无出来，遐温度也高，你几个？我收钱。搁一个三百，啥物事啊？去头前啊，三百搁买来无？敢食袂了？买百块无？买三只，百块罔煮罔食，百块了。小家庭个就对啊啦。百块有人买来无？百块敢有人要食？百块有啊哈？来，遮买来啊，掏钱啊！来，掏钱啊！百块够买来无？慢啊！来，收着。来个来买啥物？好啊。来，我那听哦。叫我叫我家中我弟弟啊。会长先看下，你会长无办。来，我那给钱的手也给歹势，我先来分分啊。我两个。来，两个先我咯。来，我提钱的哦，飞机王我提钱的。来，飞机王我提钱的好。我先拿你两个给伊啊，几个拢无去到钱。我那提钱的上来。
来，这里的两位吼。台湾啊，提起。来，再来要吃啥？过来啥物？牛柳有啊，无个。来，牛柳啥物啊？这先。我今日加一箱啊。两牛。牛柳哪么吃啊？围栏给了后边啊。嗯。好。这一包鱼啊，两包五包，三包二啊，四包二啊，五包二啊，六包啊，三包。两个。啊，一包三包，两包三包，三包三包，四包三包。五包啊，六包啊，三包。来，先生。来，够人要吃这无？来，这要吃的人加一包就好啦，这啦。这有人加要来恁早航班，恁嘛先这样吃一下，一包上面啊，一百块。来，这啊。一堆啊，一包。来，两个。这够你啊，一包。来，这。一包上面来。来，三个。一包。一包要吃无？一包。一包够要来无？一包。一百个要吃啊，要少一个就无数。来，头一只啊，第四个。哇，有咧动起来。一百个上稳。一百个有咩来无？一百好还是贵啊？一百个，你免考虑。有啊吗？有啊，有啊，收啊。